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彩堂与蔷薇的幻色颂，交映现实与梦，是安分安定与安娜西达过生日，花神淡季元神 5.1 活动攻略。交映现实与梦第四关，安分安定与安全。这关是要找漂浮起来的物品，下台阶，桌子上的凳子，然后回到 NPC 旁边，柜子旁边的书，桌子旁边的书，风达旁边的蜡烛，前方桌子旁边的凳子，墙壁旁边的蜡烛，蜡烛，板凳，求个点赞呀！